啊，打过了哈。他在找那个斐济人，找个人帮我们拉锚。哦，找拉锚那个人哦。再不过来，他下水性就是这个话，这船早就已经跟上次有人跟他说好了，然后人影都没有。我们那个员工也是。看着他过来，过来还是牛逼一点。老有经验了，老有经验了。那个交警老好啊，给我发了根烟，然后给你缓缓气氛。再来一个人，还东抽了根烟。然后说能不能带？我说这个叫肯定不来的，没带。我没带，你们两个没带。你上啊！没事，等一下谁想睡的时候谁去睡。对，我们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妈妈拉不出来呢。这全交下游去。哎呀，我得把这练吧。现在才知道后悔死，要咬死人了！我操，我的蛋疼。有吗？我是上鱼了。哇！最好位的。多少米啊？今天没有。嗯，这确认一下。啊？是不是抖了一下？我前面估计可能一直是有鱼咬在那里的，真的，这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有鱼了，没有。哦，你是在那里？我在收听吧，我怕它挂住，放到底我就干。有了。应该是。没有，好了。再来再来，继续继续。还多远了？没有，快了吧？快了呀，还得等一会儿。放下去会不会把鲨鱼吸引过来？还有多少米？快了，17。好了，我自己搞的时候焦累死了。好，发力了，啊，来了，出来出来了，吸地吸地。哦，那个钩子，钩子钩子。来。这有多少斤啊？这个鱼？鱼拿过来一点，我看看。好。又钓了一个。哦，爽，爽。
哦，漂亮。漂亮。这跟咱们平时钓那红鱼不一样。哎，对。啥红鱼？怎么样的？这不是紫红鲤鲷。这个更扁更宽。哦、我钓过这个鱼。对，上次我也钓过这个鱼，就建林钓好多鱼那次。老曲，你把它搁冰箱里。要不要放血？谁钓的？给你直接拿这个就行。啊？不用。这鱼谁钓的？我。哇，这么大的哦！眼睛你看到，全部都爆出来。这不是紫红鲤鲷，这鱼啊。下面给我吧。这个鱼可以吃出来吗？这个应该不会有毒吧？不会。上次我回去我蒸了一下，这个鱼比紫鲷那个鲤鲷的鱼肉要鲜得多。嗯。可以啊、哦。这条鱼我看这个拉筋上来很轻松，我以为这个可能没有咬铅重了，我还说哦，吃到肚子里面吗？哎呀，看一下 OK。 哇哦，这块有个两斤重有啊，可以吧？可以漂亮。 OK哦，拉到鲨鱼了，这下。看我们的 captain， 我们的船长，拉了一条。哦。好了。好。好了。Lost。好。